根据中俄国际管理制度协定，两国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共同采取必要措施，预防和制止人员非法越界行为和在边境地区从事违法活动。这是双方为维护边境地区秩序 必须承担的责任。 当前，俄罗斯境内疫情快速发展，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。作为守望相助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，中方对此感同身受，不能袖手旁观。中方将同俄方进一步加强抗疫合作，齐心协力，共克时艰。 美方借题发挥，试图借此挑拨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，破坏中非传统友谊，这种做法是徒劳的，也极不道德。中非友谊在中国和非洲大地深入人心，牢不可破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，中非双方再次团结一致。 共克时艰，任何蛊惑和抹黑都不会奏效，任何离间和挑拨都不会得逞。